三个卑鄙小人还敢在此饮酒。谁呀？哼，苍天有眼呐，我正愁找不到你们三个，就让我在这儿抓到你们了。今天我就要用这口宝剑与你们好好的理论理论。哇呀呀，包公子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别激动啊。不过你别像个傻子似的一直呀呀呀呀呀。这又是谁呀？王语嫣。王语嫣，莫少妇，你俩这是闹哪样啊？差点忘了，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，今天我就是来向你们三个讨一个说法。别呀，多难为情。起来。近日我有一事，我的语嫣妹妹她每天魂不守舍，茶饭不思，在我的层层追问之下，她告诉我她心里有人了。在我的继续层层追问之下，他告诉我一首古诗，叫做《三人行必有我思》。今天呢，我就是来看看你们这三个傻子是三人行中的哪一个。我今天就要找出那个人，然后将他碎尸万段。快说，到底是谁？不然今天我杀了你们！太不像话了。蹲时间长了，腿麻了。嗨，不是，慕容兄，慕容兄，久仰久仰，你把剑收回去。对对，够贱的了已经。您呢，真有大侠风范。那我替你说的，我替你。王爷，怎么回事呢？什么情况啊？你这犯了错误，你是不是？你看慕容兄说的这叭叭叭多有道理，还亮出宝剑来了。你赶紧说吧，谁是你那个梦中情人？是他们俩当中的哪一个？吓一跳！干嘛呢？那情绪使然。上那边去。情绪使然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也别生气，他呀跟他呀，肯定有事儿。你看他那急得崩个什么就看出来有事。你们怎么都看着我呢？看我干什么？你应该看他呀，我看过这小说，跟他有用。你好好说。对，我磕巴了。磕巴在这个时候，你磕巴这个好好说。我一个人扛。我一个妇道人家吧，死了也就死了。但是乔大哥，你别忘了，你送我的这块手绢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你一定要留着它，你要想起我呀。我出，怎么还有新证据了？这不是怎么了？这不。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这不好意思了，都哎呦，脸都红了。哎呀，大哥呀，我要是你呀，我早死了。我写的什么呀？这丐帮乔峰到此一游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过这字儿真是我的笔体。不是，让你们大伙看看我这蒙受不白之冤吗？我还有什么脸活着？你们说我到底死还是不死？好，我见过这么劝人的，死就死了吧，我好歹也是一代大侠。降龙十八掌呀！我这功力见长了。